拉起来。拉不起来。拉。救一下，还扶他。来，我来试试看。我有拉不起来耶，他怎么这么紧啊？好，你来再试一试就可以了。哎呀，我们拔了好多的葱哦。哎，这个一个是葱，一个是哇，哦，神通啊！你也知道这个是蒜哦？那我问你，哪一个是蒜？等个哪个这个、啊、这个哦，这个是蒜啊。我们来请爷爷来告诉我们哪一个是葱，哪一个是蒜。好，这个是蒜，这个是葱，你看有什么分别，很大的不一样哦。一个是一根，一个是三根啊。葱没有头啊，还有男生蒜的意思是扁平的，葱的意思是管状的，有没有？哦，真的耶，好像吸管哦。这个呢，老了之后变什么？老了变蒜。哈？这个头的部分有没有比较大的，就变成这个头？那农夫爷爷，请问他如果变成蒜头之后，那他前面的那个绿色的那叶子那地方还可以吃吗？哦，就干掉了，就不能吃了，是不是？对。原来他们两个是一体的耶，一个是年轻的蒜，一个年轻的蒜，一个是老的蒜。1月15日起，每周日晚上10:30，全新节目《跟着食物去旅行》，就在悠悠 TV。